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我们继续玩我们的甜蜜奇遇啊，都还没破完。哎，侠客风云传都要出了。这里是八法门的剑英雄，不知道人会在哪，我先四处看看好了。啊，这边财富兄弟，嘿，剑英雄，我来看。拿刀见人就砍。掌门师兄，你可终于来了，是我还在乱砍，没有人敢接近他。这两种比称霸武林，勇夺天下，名留青史。哎，原来这边有配音。师傅，你醒醒啊！我是剑义啊。当我少色，剑义兄，危险！你快退下。咦？仔细看，那浓烈的杀伐之气是从杨忠他手上的刀散发出来的，该不会……娘子们，你快将手上的刀给放下！我要杀个片甲无留啊！不好，这下非打不可了。剑英兄，助我一臂之力。什么？不行！为什么对师父出手？要是这样放在你师父不管，不是你师父没你，就算他杀光这里所有人。应该很强吧？看他的样子是中邪了，得小心应付。杀！我要杀！哦！呀！快刀！不！呀！八法门，三派第一。别慌，我来帮你。瞧你破绽百出啊！绝招啊！八法门，三派第一。呀呀！有机可乘，三派第一。三派一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哎，有机可乘。哼，八法门才三派一。哼，瞧你破绽百出的。没闪过，绝招。兄弟别慌，我来帮你。哼，大刀！哼，八法门，三派第一。绝招啊！绝招啊！大刀！哼，绝招啊！号码过来了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八法门，三派第一。嘿，两千块，来帮你破！绝招啊！暂且控制了局势，不知道接下来能否恢复理智。哎，估计是我手上这把妖刀邪气太重，才让我吸卧室走火入魔。大将之手，掌过千万人的魂魄，掌过无数人的鲜血，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拿到了。但三派早已和解，你为何还想着这些事情？
不对，应该选二吧。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吗？血洗八方嘛，何必要等其他日子？就因为相霸侯死了，虽然商派有着百年的恩怨，但今时今日却愿意和解，无非就想过上和平的日子，甚至想化解彼此的芥蒂。狼怎么难道不希望商派能和平共处，让徒子徒孙平平安安？还是你想再见到剑英雄为商派仇恨，深陷为难之中？西夷心法，我们先存档一下。终于要拿长木剑法了吗？这，OK， 好。我们先看外面有什么东西。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东西。好，我们可以准备走了。八法四级哦，这边还有四级。潜能古物，所以我们要去打铁炉之类的吗？这边有打铁炉吗？九，下不去，哎，他故意挡住，哎，不让我下去哦。要走另外一边呢、啊，好好好好，我们先八法铁布吧，八法铁布在另外一边。这在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因为如果去接八法门的话，就直接哦；如果剑英雄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去那个剑粉人。这里，好，拿到了。这边都不能下去耶，那为什么我有一个一大格空地啊？奇怪。好，我们先给那个解那两个支线吧。那我们就去学长木剑法。
那就是找李建义啊。八方刀士，我怎么没领悟到些什么？神器碎片。准备草梦剑法，然后草梦剑法这边会有一个结局之线会不太一样哦。我先往后面存。走。同时击败，这个不带。我还拿这个啦，石头啊。白虎牙，青龙爪，没东西了。
以形为主，以心法为本，挥剑搏击，去境内阻，进发自如，以体为主。太康之眼，照前人之眼，应该是指三国三分归一统的太康之意。这里的眼可当作是战争，或当作主导这场战事的晋武帝司马炎的意思，而眼是沉默的器具，或可称作沉默。原先以为这是祖训，但是否可以解释为结合三派之长才能习得长目剑法？我阴错阳差学会了飞摆的招式，习得了剑锋派的心法，方才又体会到八法武学中的意。这之中，这场子是为什么连结？难不成体为根本基础，形式运用之道，意有融会贯通，三者缺一不可？这就对了，根本就没什么剑谱。长墨剑法就是三派武学之大成，长墨剑谱找到了啊！难道剑谱在墙里吗？那我现在是要把这墙给劈开。非也，我猜当年长墨派祖师爷长墨武，将长墨剑法精髓分成三部分，分别传授与三位弟子，无非是希望弟子能和睦相处，只要他们能共同切磋，一定能发现其中奥秘与他的用心良苦。可惜三位弟子竟各走偏锋，自立飞白派、八法门、剑锋派三派门派，你争我夺的，可惜了祖师爷的一片苦心。你的意思，只要融会三派武功精要，就能引悟长墨剑法？不错，剑英兄，你的剑救我。好，大意是行罪亦不罪。此身形飘忽，步法虚浮，难辨虚实真伪。但此剑法并非彼剑法，这一趟过龙夜，太过飘忽，反倒是败笔。得再收回一些。掌门，你怎么在此处？难道掌门一直在旁边偷听？先别问这么多，照你方才所悟，出招吧。可是我拿枪哎。难道这家伙之前一直在尾随我们吗？洋人好歹毒，还比划什么吧？你有办法拆招吗？嘿，哎呀，闷啊！哎呀，闷啊！闪现！哼！呀，看哪儿呢？这里。烧成灰烬吧！地狱火！看哪儿呢？我强啊！不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！看有机可乘。这里。能啊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能啊！哼！能啊！兄弟别慌，我帮你。你有办法开招吗？烧成灰烬吧！地狱火！看哪儿呢？这里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能啊！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，他蛮强的。看哪儿呢？这里。溜远点。看哪儿呢？这里。瞧你破绽百出的。看剑。你有办法开招吗？你有办法开招吗？看哪儿呢？这里。
兄弟别慌，我来帮你。在哪儿呢？这里。爸爸过来了，让你见血淋淋。你有办法开招吗？闪现！你有办法开招吗？兄弟别慌，我来帮你。在哪儿呢？这里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哦，真难打。请好好解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。仙剑天罡。天剑。多谢白怎么相助，方成玉交统途中我领悟了要诀并突破障碍，成功将三百武功精髓合一，顺利使出长木剑法。应该不是祖师爷留下的，近十年才有的。又是近年才出现，我推测应该是有人悟出长木剑法，又不想为人所知，于是留下提示，想到有一人悟出长木剑法以统合三派，因此只要有人入剑坟，那人就观察是否维持有缘人。哈哈，少侠不必猜测，外头的文字的确是我刻下，但你只说对了部分。哦，部分。我是探着长木剑法之意，但有与成见，在行径上无法更多的突破，加上三派间层出不穷的争端，更让我无暇渗透其中精要。若是三派那一派掌门悟的长木剑法，恐怕往后恩怨跟猜忌也会更难平息。现在你悟出了长木剑法，加上三派掌门也都很蒙受你的恩情，若由你来统一三派的话，众人应该不会有意见。才说风少侠，你对一统三派的想法呢？接啊！我靠，你是尾随我们哦！这没想到三位掌门齐聚于此，师父、萧皇掌门，你们怎会在此？白仙这老酒鬼，方才用飞鸽传出通知我萧皇掌门，说即将诞生新的三派掌门，要我们赶紧到这来见证。是啊，相较于我们这次半只脚踏入光彩的人，终其半生仍未摸索到剑法全貌，今日竟让你这后辈全学会，真是好本事。结果没想到习得长木剑法之人竟是柴颂风少侠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。是啊，三派也该重归于义，不然你争我夺的何时能了？更何况还有魔女教在盘，虎视眈眈，我看这次就你接下吧。哇，这么快！哒哒，好强啊！太瞎了日后三派任何为难，我必拼尽全力维护，同时希望三派不分彼此，不再任何纷争，而这长木剑法我也将教授各掌门，让大家有机会习得。好了，
那这一集到这边结束吧。好，那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一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更新影片你就有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